孔德啊，哎，就是非常哦大的德，大德之容哦，能够容天下呢哦，这个万事万物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已经在告诉我们，哎，我们的这个心胸啊，就是要宽广哦，能够呢孔德非常大的这个德性啊，哦，能够容纳所有的。哦，那一些凡尘的哦，万事万象，全部呢都容纳在我们心胸之中。哦，要能容，哦，有容呢乃大。哦，就是要能容。底下呢就是啊，为道是从，就是哦要复合啊，哦那个道，就是复合真理，哦复合我们呢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呢，一发挥出来，哦，整个啊，都是德，我们要了解到哈，在我们心中啊，每一个都有，我们呢都有良心，那个良心本身呢、啊、就是道，哦，我们从良心一发挥啊，全部都是德，那所有啊都能够从佛性发挥，这个德啊非常大，就叫孔德，哦。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哦，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在凡尘啊，都会为了自己，哦，这个身体打算。那为身体打算哦，大部分呢、啊，就会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呢，我们的德啊，就发不出来，哦，啊，就会呢很小，哦，心的容量啊，哦，也不宽广。哦，一样的，就跟着很小。那我们在凡尘的哈、哦、这个生活啊，就是要了解到心胸呢越开阔，我们的见识啊越宽广。那越宽广啊，生活啊，就越过得哈、哦、很如意。那假如说我们是狭窄，哦，时时刻刻啊都会哦进入啊那个计较。那计较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哦、把自己啊收小了、哦、整个啊所见的也都、哦、很狭隘，那这样的生活啊就不会过得很好、哦、那一生啊一转眼啊就过去了、哦、很快的。那我们假如说在这一生之中呢没有、哦、把自己 啊那个换得很宽广，跟整个、哦、那个宇宙虚空一样哦，没有办法呢，哦，这个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哦就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要体会，哦，我们能够啊尽量把自己呀、啊，能够哦放得很宽广。各位有没有哈、哦、觉得说，自从我们哦这个一年五个月了哈、哦，研究心理心法以来，哦，心胸有没有比较哦这个？开阔了，有改变了哈、哦，对，这个呢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很多以往啊我们都没有去探讨、哦、没有探讨就不知道，不知道说我们啊本身啊就已经啊有很宽广的、哦、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在、哦、不知道、哦，不知道的当然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启发，那我们、哦、了解了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啊、把我们本身所具备的、哦、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都把它启发出来。而且佛学一再讲、哦、非常重要、哦、我们有启发了、哦、我们也可以跟、啊哦、整个宇宙虚空、啊、融为一体，到达天人合一，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啊就可以还给大地，哦，是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的身体啊，我们可以还给大地，哦，那我们在还没有哦启发我们的佛性本体之前啊，身体对我们就很重要，哦，因为它带着我们佛性呢、啊，哦，到处走，到处啊游玩。哦，都在身上。那启发了以后啊，
我们可以知道说，哦，佛性呢不局限呢，在我们身上是很宽广的，有体会了没有啊？有，哦，可以体会呢，就是我们佛性啊，哦，非常宽广，哦，各位呢可以从啊做万年放下，哦，一念不生，哦，体会啊，哦，那个真心，体会呢那个我们佛性的哦那个实相，然后呢熟悉了以后啊，做耳根连通。哦，让佛性能够延伸宽广，哦，可以有做吗？啊，那你弄点点，共同和哦。欢迎放下一念不生，哦，很容易做了，哦，那个就是在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呐，啊，也就可以做的，哦，不管三五分钟也可以，哦，长时间也可以。只要我们肯做就会有功夫，哦，真正的呢万年都放下了，放下以后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可以体会啊，我们佛性，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啊，都是用，哦，我们的，哦，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哦，那个根尘相对，六根六尘相对产生的，哦，那个念头啊，那个都是啊一直生灭不停，哦，那个不是我们真心，可是我们日常都在用，因为日常在用的这一些呢都叫妄，哦，它不真，啊，因为不真呢，哦，我们要认识佛性，啊，就不容易，那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哦，没有根尘相对，六根，啊，不对六尘，哦，不产生六识，那六识没有生灭的心没有，就是，啊，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我们能够发现了以后，就把它呢，哦，能够，啊，启发延伸，哦，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会背了没有？每一次都讲一样啊，有没有一样？有哦，再听久一点会背了啦，会背就容易做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啊真理的啊它不会变，再怎么久，哦，这个万年前万年后啊都是相同的，哦，这个道理啊都是相同，它不会变的，啊，这个才值得，哦，我们追求，那会变的呢那个很快就变的，哦，不用去追啊，自然就好，哦，事来则应啊，事去则静了，那个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对，哦，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因为在，社会，哦，日常生活之中，啊，都不容易，啊，哦，这个呈现不容易体会，啊，所以就要用一点心，哦，我们用心，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哦，日常生活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哦，你就可以做，哦，万念都放下了，哦，什么缘都不要去攀，哦，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就是攀缘，我们攀了缘就造了业了，造了业就要受苦，哦，那我们不攀缘，不攀缘就万缘放下，万缘放下那个妄，妄就放下了，那妄全部放下，哦，真它就会呈现了，哦，那能够做得久，做得久了以后，我们开始用粗浅的，哦，那一些妄，哦，放下，然后到久了以后啊，很微细的妄，哦，也放下，哦，啊，妄尽了真就显，哦，啊，真显的时候啊，成佛就是他了，这样知道吗？知道。我们，哦，要去摸到那个成佛的本体，哦，啊，我们摸到以后啊，自己内心，啊，哦，可以产生，哦，十足的信心，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啊，你没有摸到，哦，那个，哦，瞎修行的，啊，所以摸着根的呈现做佛，就是摸到他，你摸不着根，你摸不到他的话，那就瞎修行的，哦，都是，啊，我们在，哦，怎么努力去拼，啊，都成就不了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很重要，哦，一定得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哦，要体会，哦，那个妄，妄下妄都是生灭变化，哦，啊，我们这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不变的，哦，我们认识它它在，不认识它它也在，
全部都在。我们认识它，我们可以修啊，可以按照我们的真心来修，就可以让真心恢复光明。只要它恢复光明了，就回到本位了，就成佛了。那成佛了以后啊，我们又可以护持整个地球，让地球上的众生啊都能够安居乐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星球啊会过得这么安稳，就是已经有很多成道的这一些呢这个圣贤这个菩萨，他们呢在护持，护持啊让我们的那个生活啊过得很安稳。我们呢不研究的话呢都不知道了，各位知道吗？没有听过哦。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拓展我们的视野我们看的要看的很远很宽广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心呢就不会狭隘，生活之中呢就不会跟人计较。我们现在的生活还会跟人计较吗？有的干脆都不要回答这样我都不要负责任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讲出来了以后就是要去实行，那我们有那个担当实际的能够做，有担当就可以任大任，那个大任重责大任可以担当。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很怕怕负责任那一样遇到事情我们就不敢去承担，那这样的话呢就成不了事。那事都成不了可以成佛吗？就不能成佛了。所以要了解到活菩萨是不是都替众生在解决一些困难，那我们要学对不对？所以要先把自己周遭的困难先解决掉都没有了，没有困难了，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人际关系就很美好？各位浅显人际关系好不好啊？一个点点，这一点不好绝对好不了。我们要学那个对面都是知心友，两旁呢既无爱言人。对面在我们的对面都是知心友，知心的朋友，两旁看到的两旁都没有爱言的人。我们现在大概相反对面都是仇人，两旁都是爱人的，虽然没有那么厉害可是都有那个成分在，有没有？有个点点这个叫默认都有影，生活上不是意见都跟我无同气不气？一个点点这个同享就成爱嘛意见就成憎恨，有没有？真的是有了因为跟我同样的那个念头的话对他就特别关照他都跟我作对，气不气？一个点点养成习惯只要我一问都点点，两边都不回答不是刚讲吗？要承担有就有，有了就改过，勇于面对那样就可以促成自己进步促成自己的那个光明面增加，黑暗面减少。各位的光明面多不多？多还不错还能够说多，
这个蛮有自信的、啊、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本性都是善良，很善良的。那因为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才会变化。那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要尽量排除哦，不被呢后天那个环境的影响哦，要保持啊我们本来佛性的光明哦，这个很重要的。哦，只要我们呢这个哦立定啊，这个志向哦，要恢复啊佛性的光明哦，这个志向啊立得很坚定，那我们呢就可以克服万难，所有的难都可以克服哦，那个都小事啦哦，是不是佛性呢、啊、哦，让它恢复光明是最大的事，是哎，我们一定要看重哦，看重啊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形象哦，因为没有形象才不会生死啊哦，因为没有形象才可贵啊，哎啊，所以我们呢就在都没有人看见哦那一种哦状态之下，又保持啊哦光明的心地，那个是最重要的。哎，这样呢就是啊人格健全啊，只要我们人格都健全了。哦，人呐、啊，为三才之一，天地人，以天地其间呐、啊，跟天地哦一样大小的。可是我们现在哦，哎，我们敢不敢说，我跟天地变大，我跟天地一样大，敢说吗？哦，那为什么不敢？这个蛮诚实的啦，哦，就是没有做到人格健全，哦啊，所以啊。哦、不敢说呢跟天地啊、哦、区间、哦、一样大，不敢讲。那我们要自己啊勉励自己、哦、鞭策自己、哎、就是啊人格要健全、哦、那人格健全啊、哎、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以和为贵啊，了解意思吗？了解、哎、所以、哦、知和啊曰长，知长呢曰明，有没有？哎，在五十五章的时候啊，哦，老祖有讲，说我们知和了，知道和，就可以啊，走路啊，哦，真理，那个常啊，就是常住不迁，不会变化，哦，常，然后知道常啊，哎，它就是光明，哦，知常曰明，哎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从哦和做起，那要和啊，是不是要降服自己的哎那个妄想心？哎，自己的妄想心呢、啊、一降服了，我们表现出来就能够和，哦，所以这个和啊都很重要了。哎，那假如说我们不和，都很喜欢跟人家争斗，不管是言语上的、身体上的，哎，拢哦喜欢跟人家哦这个修书了，哦，就是呢，各位有没有时常说不让他修书的空？有没有？因为那个也是、哦、我们的那个习性习惯性、哦、都呢、啊、要拼一个高低出来、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都是平等的、哦、司法平等，无有高下，都是平等的、哎啊、所以不要有那一种、哦、要拼个你高我下的那一种、哦、心态、哎、要和、哦、和呢有时候就是要委屈自己、哎啊、所以孔德之容哦，很大的德啊，你就是要能够容，能够容了以后啊，是不是很和了？是。哎啊，然后呢，我们一和了以后、啊，哎，就走入常道，哎，就是哦，已经常住不迁。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嘛，哈、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舍利佛在对打，说那个千年的暗室啊，哦，一灯啊就能破，对不对？一灯就能够破千年的暗室，那我们哦一智啊，一个智慧啊，就可以破万年的愚痴了。万年的愚痴啊，只要有智慧啊，就可以破掉了。啊，所以在这一种观念之下，哦，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哦舍利佛说，那个千年暗室的暗，他已经住了千年，不愿意离去了，哦，可不可以不离去？哎，舍利佛说哦。只要你一灯点了，他不得不离去了。
对不对？哎啊，所以只要我们有智慧出来，那个愚痴啊，他不得不离开。啊，所以这一种现象之下，那佛又问的，问舍利佛，那黑暗去哪里呀、啊？不错，还记得说，哦，这个气呀、啊，无气处，哦啊，那个一灯啊，来无来处，啊，既然哦没有来，没有去呀、啊。是不是常住？常住不迁，对不对？那常住不迁是什么？不是有答案吗？怎么刚才那个记得，这个忘了？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常住不迁，没有变化。他永远在、哦、只是我们不认识他而已。那现在呢，我们研究、啊、就是要认识他、哦、他既然是常住不迁、啊、我哪里都不认识，怎么会都不认识他呢？认不认识啊？有啊，没在肚子还有信心，现在都没去啊。对自己佛性没有信心吗？有、哦、对了，要像这个样子嘛、哦、很肯定的有、哦、这么清清楚楚的存在、哦、这么实实在在，怎么会没有、哦、有、啊、可是不知道他常住不迁，对吧、哎、就是不知道啊、哎、知道的话信心都有啊，不知道、哦、问了不敢应，不知是啊不是哦，所以要培养哦，培养对啊佛性的认识。哎，我们要认识啊，我们佛性呢、啊，它哦常住不迁，戒掉的。嘿，啊那戒不掉吼，戒讲无来啊无去，无来啊无去就无代志啊，对不对？对。嘿，我们佛性就是这样，无来啊无去无代志。啊，既然拢无代志哦，咱都爱了代志啊，免。啊，爱和啊，免。要。哎，就是要和。然后我们了代志做罪人，对不？当罪人了，对不对？对。哎，啊，要不要当罪人啊？要。哎，就不要哦。当罪人要进入三恶道，哦，所以不要当罪人，那就一定的哦，不要惹事，哦，一定要符合真理。哦，行为符合真理，讲话符合真理，哎，这样哦，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对。哎，我们看到人家哦不符合真理呀、啊，讨不讨厌？那么轻微啊，看到人家做出来不符合真理，都没有很讨厌啊。所以或许就想说哦。哎，那个小孩子的时候，或者不是讲说国民学校都没有毕业嘛，哦，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很正义呀、啊，啊，还一个目镜配他啦，还佫很正义哦，出入力啦无，无力对无吼，还气势嘛无人差别，哦，所以吼、哦、我才异想天开，我来当神仙就有办法了。有没有办法？就可以惩治坏人、哦、对不对？就很强烈的那个正义、哦、呈现促成祸邪的投入、哦、研究佛理、哦、假如说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刺激、啊、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参禅打坐呢？怎么会当后天庙的、哦、那个鸡头、哦、怎么会走路啊哦，这个修持的道路，所以很奇怪哦，奇不奇怪？哎，动力在哪里？在正义。哦，对这个凡尘的正义啊，哎，就是有那一种哦责任，我要把它承担起来。啊，我们在回答的时候都没有力道了，那个正义都不够。够不够？哎，你看，
无力，你看，嫌迄个哥要回答都唔敢承担。嘿，就是要了解到哦，有时候啊，哎，这个我们就是要留起丹青战耗尽，对不？留起我们的哈、哦、那个所有事迹呀、啊，让后世人去效法。哎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哎，像我们能够哦安稳的过生活，哎，是不是也是哦一些呀、啊？这个开国的人，像那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啊，哦。哎，那一种哦，为国为民牺牲的那一种精神，我们有没有啊？哎，拍摄影不容易启发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哦，哪一个人不死啊？都一个没死，那、啊、是不是哦？要死得很有价值？是，哎。所以、哦、我们在凡尘啊，所作所为、哦、就是呢，要做得非常符合于真理、哦、然后呢、哦、能够呢，庇应到所有的众生、哦、照顾到、啊、所有众生，这样的话、哦欸、不管是生啊，不管是死，都非常有价值、哦、像昨天不是枪毙五个人吗？哦、他们死的啊，价不价值？哦，那个受害的家属啊，高兴得不得了哦，炸得来死也不敢进嘛。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让人家指指点点，哎，那个就是、啊、反倒败德。哦，所以他们死没有一个哦去可怜他们的、啊。哎，那我们要了解到这样的哦生活选择啊，哎是最下策。那我们呢要哦。求起啊，最上策，哦，最上策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哦，求人啊，得人，哦，仁慈的人啊，我们要去求，然后得人，得到哦，人真正做到，求人得人啊，他没有埋怨，又何怨？啊，老死哦，何妨啊？死路旁，死路旁很凄惨，对不对？可是你求人得人的时候，那个死路旁有什么关系？那个吼、哦，那个政府啊，那个公所要把你去埋葬，要不要？哎，卫生问题嘛吼、哦，哦，没有埋葬的话，哎，哦会臭哎，所以那个政府要管，哎、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哦，只管你去做，是符合于真理的，哦，怎么样死都没关系呀、啊。我们有这样的、哦、那一种、哦、那个志向，那什么事还不能承担？是不是都可以了？是。哎，对了，这样你叫够难，是。哦，就是要呢，真正的能够承担。哎，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哦，培养很重要，培养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哦，就是很重要。哦，啊，一定呢，要呢，时时刻刻、啊、跟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啊在一起。我们现在呢，大部分都被物质引诱了，哎，所以那个八个字害我们最惨，气柄所居啊，物欲所蔽。我们有没有受这八个字的影响？不但有，还蛮厉害哦，哎，气柄居士，然后呢，物欲啊蒙蔽。故意啊，蒙蔽我们的良心呐、啊，哦，然后气柄啊，把我们哦那个生活上的那个微细的细节啊，哎，都左右。所以，我们哦，这个听到人家讲什么讲什么啊，受不受影响？那个就是哦，气柄呐、啊，哎，因为凡尘啊，阴阳，那我们受到阴阳的拘束啊。哦，都会多多少少、啊、会受影响，所以之前或者不是讲嘛，说哦，你可以试验，跟你很熟悉哦朋友啊，你遇到他，他本来都没事的、啊，你就可以说啊，你今天身体不好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啊？其实他没事哦，那被你这样一说以后啊，哎，他第一个动作大概就是哦头摇一摇，
没有嘞，没有生病嘞，那个已经就是气数在作用，他整天哦，整天呐、啊，都快乐不起来，为什么？脸色难看，其实没事啦，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就叫气病。然后隔了几天以后，你做一个相反的试验，你遇到他以后啊，说哦，你今天有什么好事吗？怎么红光满面的？本来也没事啊。他听到你这样一称赞哦，他那个走路马上很轻快，那个哦，三步啊当成两步走了，整天都很高兴。受不受气品影响？受。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有。这么肯定啊？所以哦，就是啊，哦，了解到说，哦，原来在凡尘的生活，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这一些呀、啊，哦，会这么多的哦呈现呢、啊，都不知道。那不知道是什么？无明啊，无明知道吗？就是不了解真理呀、啊。哦，我们有没有无明？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培养哦明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要我们哦能够明我们的明德，佛性本体呀、啊，哦叫明德啊，我们要使明德能够光明啊，能够明呢，无明就没有，无明没有，我们不造业，不造业、啊、不受苦，这个又会背了。所以要了解到哦，真理的部分、啊、不会变、啊、哦。那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啊、不知道真理哦，才会啊受到一些气柄的拘束哦，物欲的蒙蔽啊。那假如说我们都时时刻刻哦能够守住啊自己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哦，那个时时刻刻啊都在觉之中。那么觉哦，只要我们保持哦很久的时间呐、啊，下面就加一个者，觉者。那觉者是什么？佛，就是佛，佛就是觉者。我们众生呢，就是不觉。哦，差在这里呀、啊，不觉跟觉，哦觉了，他就时时刻刻呢，都守住啊佛性本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非常宽广哦，常住啊不迁，不会变化。我们六道轮回啊，是气禀之性啊，把我们带哦，带到六道在轮转。那我们又加上我们的习性，所以说哦，很多前贤就我率性就好了。请问啊，率什么性？我们要率什么性？啊，唔知要，要率佛性啦、啊，哦，不要率气禀之性，也不要率习性，率习性哦，都是六道之中所养成的，那个有一些啊不符合真理，那气禀之性啊，它是属于生灭，是属于阴阳对待，那个我们也不要，我们就是要佛性，佛性是一个绝对的。哦，是孔德之龙，哦，为道啊是从，就是哦要呢，哦按照、啊、这个道，道在我们身上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简单说就是我们良心呐、啊，啊良心大家都有，可是我们不想去呈现哦，就会用借口，一个死掉了哦，一个还没出生呢、啊，中间刚好空档。所以现在、哦、不用、哦、按良心做事、啊、都没有人讲话，有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讲话，可是、哦、上天会看，你没有按照良心做事、啊、是不是上天都看得很清楚？是，他不会让你逃过的，天网恢恢、哦、失而不漏了，你做了坏事，你自造啊，就要自受，
哦，不会说哦凭空消失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所有凡尘的一切啊，起心动念的都是业，哦啊，所以我们落入凡尘有现象啊，有身体啊，就是因为啊起心动念，所以要回天呐，就是先把念呐，去掉。要念去掉，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万年都放下，万年都放下了，还会生念吗？不会，不会了，念就没了。那我们只要都没有念了，就恢复到本来，心都清净，心一清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呈现。那呈现了以后，我们都在觉之中，那么多觉了，对真理啊就了解，真理透彻之道啊。错的事啊，绝对不会产生，绝对不会有了，想都不想哪会做？我们都是先想了以后啊，才有行为，对不对？对。啊，我们想都不想会做吗？不会。不会，绝对不会的。所以就培养。像之前呢，或者都时常这个会先把我们那个养成啊，说小心你的思想，各位还会背吗？背背看，哇，念不下去啊，就是不熟啦，我们要了解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啊，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啊，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呢，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呀，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就一致了。所有的思想都是真理，做出来都是正确，没有造业，没有造业就不用受苦，解脱了。所以解脱是要自己努力的。不是说求仙佛哦，把我解脱了，外面就艰苦的，那是仙佛是没办法的要了解到这个要自己做只要我们不造业啊，就没有那个苦啊让我们受啊。只要造了业啊，你逃也逃不掉就是要去接受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四无量心的那个悲啊，悲不是拔苦吗？那个拔苦是要告诉你啊，不能做坏，你做坏就要受苦。所以活菩萨呢，不替众生呢来担当罪业。假如说活菩萨替众生担当罪业啊，那众生越来罪业就越多越大。反正有活菩萨在背啊，是不是都可以一直造的？这个还不错了，这个不要回答。所以凡尘的真理啊，我们就是要研究，研究了以后我们会透彻，会知道知道以后啊，我们走起路来非常的就是能够有轨道都有那个真理的那个道路啊让我们走，就不会呢啊造了那个业不知不觉的业啊我们就也不会造了，就是因为不知道才会不知不觉造业。各位前贤，我们怎么样会起心动念？没错，就是我们住相了不知不觉啊就会起心动念。那大部分的起心动念啊，各位前贤是好还是坏？坏的居多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啊那个露出已经出来的那个念头已经要我们的行为啊去做坏事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还来得及先来了嘛不能让我那个念头啊这个已经变成行为，不可以那个时候还可以改变。那个改变的那个程度啊，为什么会让我们改变呢？就是靠平常我们研究了能够研究真理啊我们就知道说坏事不能做。
哦，做了以后都自己去接受果报。哦，虽然呢，哦，面对的时候啊，哎，是面对别人，哦，做出来坏事啊，是面对别人。可是以后、啊，哎，那个果报回过来的时候啊，哎，是对待自己。哎，所以一定要知道，哦，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哎，他不会说，哦，不研究就没有了。哎，我们有一些人说，哦，研究因果那个都是哦，智慧不高，哦。智慧很高了就没有因果吗？假如说、哦、你智慧很高就、哦、没有因果的话，那一些人、哦、智慧很高的人、哦、他不用呼吸啊，对不对？因为你呼吸才会活啊，有没有因果？有。啊，那一些人也不要吃饭了，吃饭了、啊、我们才会活下来，对不对？有没有因果？有。哦，在凡尘啊，全部都是因果，逃不了的啦，不是说不研究就没有。哦，大都有。哦，微细有微细的因果。哦，粗浅有粗浅的因果，全部呢都有。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哦，很微细的因啊，哎，都会引起呀、啊，哦，那个微细的果报呈现。啊，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啊，为什么有三河大地啊？就是因为一念妄动。开始我们不是讲一念无明生三系吗？有没有？还有没有印象？还记不记得？哪三系？所以、哦、那个叫做朦胧，朦胧的状态、哦、我们要了解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很微细的那个都是在没有形象里面、哦、一个叫业相，一个叫转相，一个叫现象。虽然名称叫现象、哦、可是还没有了，这个时候都是空啊，都是空啊。因为我们一念无明哦，已经有业相、转相、现象，然后才产生三合大地。三合大地产生以后，众生才呈现。然后众生呈现的时候啊，叫做境界为眼啊，长六出。有没有印象？有啊。那哪六出？哦，第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智的。可是那个智相哦，不是智慧，而是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哦，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呢？那个叫做智相。那第二个呢，叫做相续相，一直哦啊相续啊。哦，一直呈现下来，哦，相续相。第三个呢，叫做执取相，执着跟取舍，哦，执取相。第四个呢，叫做记名之相，哦，这都是出了，这都是麦克风了，记名之相。第五个哈、哦，叫做长业相，生长我们的业，已经哈、哦、能静业罢了。然后第六个、啊、就是、啊、业系苦相，被业绑住了，我们要受苦。这样呢，境界为眼，长六出。啊，你有印象吗？所以、哦、我们为什么到凡尘来？这个是最原始状态，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生三合大地以后。众生的才来，众生来了以后，因为有境界，境界为眼长六出，啊，我们被业绑住了，受苦才一直轮回，所以有世界，有众生，有业果，三种一直相续不断。还有了解不？哎，讲我们哦，这个怎么样落入凡尘哦的那个过程，哎，啊，咱知影。
知道怎么落入凡尘，我们就知道怎么回去了。要知道怎么来，才知道怎么回去，对不对？旧路啊，还家。哦，从我们怎么来的道路，然后从那一条道路回去，就到了。哦，我们业系苦相哦，先去掉。哦，业系苦相要去掉，就是不造业。哦，那个起业相没有，业系苦相就没有。然后呢，我们再回哦上去呀、啊，哎，那个哦记名之相、执取相，哎，我们也把它去掉。哦，不要执着，不要取，不要取舍。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哈、哦，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有取舍啊，哎，就造业啊。哦，这个呢，行善啊是善业，哦，做坏呢是恶业。哎，那哈、哦，我们接受福报跟接受坎坷的果报，哎，那个都是哦，哎，那个业力呈现的。哦，那再往上呢，哎，就是我们哦那个啊。没有好好的发挥般若妙智慧，就是住在凡尘的形象，那个自相就是凡尘的形象，我们都住相。所以我们众生为什么六道轮回不会断绝，就是因为住相。啊，住相就产生烦恼，啊，烦恼产生以后啊，我们的行为啊，就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的行为啊，哦，会回到本位吗？就绝对不会了。哦，那个是越来哦，每况越下，越来就越不理想，对不对？哎，我们众生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要了解到，本来到凡尘来的业都不多了。哦，那个时候啊，只有一念无明而已啊。可是我们现在啊，各位先生，我们业障多不多？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遭遇啊，就是我们的业。那我们的遭遇啊，哦，是很顺呢，还是很坎坷？我们既然当人啊，是不是很多哦责任义务都要承担起来？是。哎，啊，这样的业啊，多不多？啊，要不要去面对？能逃避吗？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旦落入凡尘，就有凡尘的责任义务。那么这些责任义务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是我们必须要去勇于面对。只要你勇于面对，那个事情都解决了，就是不能逃避。所以或者之前都有鼓励说，只要是我们遇到的事，我们都要欢喜心甘愿受，不要那个让我们遇到的事情是不合理，我们就气得要命。一般都会这样啦，不合理都会气得要命。那气得要命呢，要不要去应付？已经来了，要不要应付啊？那我们气得要命那个应付都是多的。为什么？业没有了。那培养欢喜心甘愿受，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念头说，之前六道轮回太久了，我都是不合理待人，现在我的遭遇人家不合理来对待我，是不是回报？是啊，要不要接受？要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欢喜心也就可以培养出来。啊，只要是欢喜心甘愿受，那个业就已经了了。你遇到以后啊，你欢喜心甘愿受就没有再相欠。那没有再相欠他走他的路啊，你过你的桥，都已经没有瓜葛了，是不是已经了了？那假如说我们不甘愿我们一生之中啊都一定很坎坷了再换一个形式啊，又碰到了又不合理啊，你又要处理啊又不甘愿，第三次又碰到了又不合理，就这样没完没了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了业的方法就是要用正道用正确的那个应对表示说
这个事为什么不是别人碰到，而是我碰到？既然是我碰到，一定我有原因。以往这一生是没有，可是呢前一生啊，在前一生啊，所以我们轮回太久了，造的业啊可以说很多了。那很多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去面对。既然是来了，表示因缘会合。之前我们不是有讲吗？众经啊，百千劫，所作业不完，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有没有？有。就是我们就是要记得，众人经过这个非常久的时间呐、百千劫，一劫就很久了，百千劫要更久了，纵然经过时间很久，我们呢所做的业啊，它不会消失，因缘会遇的时候啊，果报啊还自受，要自己接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坏的因啊，千万不能造。那有的会想说，我们不是很多经典里面都讲说，只要我们这个忏悔了，所有罪业都消灭，有没有？那个是教我们的方法，因为呢，罪从心起呀、将心忏，心你能够造罪的心已经忏悔了，忏其前愆，悔其后过。以前者以前做的不对，我全部都承认，那以后我绝对不再犯，这样才叫真的忏悔，不能说这个之前你做的承认了，可是往后呢你遇到现象又迷惑了。像有一个道亲，他就跟或许说，我们这个南部的电台有一个主持人啊，他不是那个为了要表示决心忏悔吗？那个吃喝嫖赌啊都有，所以他要改过，很坚定的剁掉那个手指啊，是不是很有勇气，对不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啊，在剁掉手指的时候是真的忏悔。可是往后的生活他没有变化，还是一样那一些跟他那个酒肉朋友又在一起又吃喝嫖赌啊，那他的那个有没有用？没有。他一段时间又清醒了，清醒了怎么办？再一次咚，就两次了。然后又一段时间以后又吃喝嫖赌，然后连续四肢了，都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吃喝嫖赌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习惯性真的是深根蒂固，所以要认识真理，你才有办法去改，一改过以后并不是很困难，只是我们不认识的话会被现象迷惑。那现象的诱惑人啊，他是很厉害的，那个酒啊放在酒瓶一点点都没事情啊，那放在你肚子事情就出来了，对不对？色不迷人人自迷。我们要了解说佛为什么教人家说观身不净，就是我们来观察人的身体啊是最肮脏的啦。可是你对那个色已经着迷的时候你跟他讲说那个是最肮脏，他会相信吗？你爱他的信对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全部呢都是在心，那心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去认识然后去改变。那你心一改变了以后所有的作为也全部都改变。最重要就是一定要认识真理，一定要认识非常重要。只是比较生涩一点我们回想一年五个月之前怎么样怎么讲了老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佛陀老师来了，还不是去向他去改导吗？我们这个要研究多久啊？我们都听不懂呢，有没有？老实说，没有。讲谎言，不然怎么会跑到我耳朵来？没有啊，我没有这样讲过啊。确实啦，很多人都没有讲，可是就是有人讲了，哦。不然老师为什么会讲说你哦这个一个月不懂，两个月就懂哦，两个月不懂，半年就懂，半年不懂，一年就懂，有没有懂的啦？懂。哎，所以我们会感到就是很可贵，对不对？哎，真理的东西呀、啊，就是声色啊。可是只要你一进入以后，你会发觉里面啊，哦，都是宝藏，对不对？整个都是宝藏啊！啊，原来我们那个哈、哦，那个佛性本体啊，那个如来含藏的这么多的宝贵啊，怎么都没有发现呢？那我们一研究以后啊，哎，慢慢就会发现，哎啊，我们一发现以后啊，哎，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一用了以后啊，效果不是很大吗？有没有？哎，只要是发挥佛性出来。然后、哦、你去对人、哦、你看、哦、那个所有都是、哦、春风吹到被春风、哦、很快乐的，对不对？有没有那个感觉啊？有。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哦、为什么会这么难懂，就是因为真理、哦、不容易了解，而且、哦、我们就是、哦、中国人、啊、有一种、哦、陋习啊，就是不好的习惯，那好的都要劝补，全部告诉人的话，你都比我那么厉害，哪能让你比我那么厉害，有没有？所以劝到尾都没了，一些好补都没了、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你知道了，你把它发扬、哦、让你这个所有的、哦、我们、啊、这个、同胞姐妹啊，哎，都能够哦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的重要哦，佛性的宝贵，哎，那这样呢就可以啊哦，整个都接受哦，哎，那个春风，嗯，哦一来了，哎，万物发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性分里面啊，哦，身无底蕴，都是足深的哦，你开始呢，浅浅来了解。哦，粗浅的了解，了解以后又要往深的方面哦去追求，啊，你深的方面越追求，你就会越体会啊，哎，我们那个佛性的宝贵，哦，佛性的那个啊功能作用的哦那一种大，哦，那个孔德之容啊，哎，我们现在哦还不太容易了解，等到以后你深入以后，哎，你就会知道、啊、真的是孔德之容。非常大的德、哦、都能够包容在佛性之中，就全部呢都在佛性之中、哦啊、这样的时候、啊、我们把它发挥出来，那个不叫六通，叫做游戏神通，可是我们不追求了，那个是自然佛性自然的功能作用、哦、我们可以、啊、游戏神通，那我们要有那个本领本事来游戏神通，就要很专注的进入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你一定呢要进入啊，要呢能够哦，哎，整天啊24个小时哦，哎，你先抽个24分钟，哎，跟你的佛性在一起啊，慢慢增加哦，增加呢，哎，慢慢的哦，到12个小时，到后来整天哦，都跟佛性在一起。那个时候啊，哎，你就容易了，嗯，到达游戏神通啊，就容易了，哦，就像维摩诘啊，他的那个房间哦、啊，只有6平大，可以装得哈、哦，装得下哦2-3万人，可以想象吗？6平的大，伊迄个房间啊，那个哈、哦，唐三藏。
有去哈、哦、那个维摩诘的房间、啊、他一看、哦、才六坪，竟然、啊、可以装哈、哦、2万多人，2、3万的，哎，一批人进来哦，刚好进来，哎，再一批人来，哎，好，刚好又哦进来又刚好可以装得下，才六坪哦，可以装那么多人，那个叫游戏神通。啊，我们是没办法了。哦，这个多大就容纳多少人哦，哎，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学那个哦本事、本领啊，都还没有。哎，啊，所以要努力。哎，在日常生活之中，哦，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啊，3、5分钟都可以。哎，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要养成习惯了、啊。有没有做啊？无啦，他都拢未记呀。哦，这个有空闲的时候啊，哎、欸，都没有去想到要做了、啊。哎、欸，啊，要了解哦。哦，这个无情岁月啊，增中减，增中减呐、啊。哎、欸，一天一天增加，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寿命就一天一天减少。哦，无情岁月、啊、增中减。有为天道啊，苦后甜。哎，我们修了这个天道哦，哎，你受一点苦没关系，后面很甜的，很甘甜。哦，所以要了解到，哦，这个生活的目标啊，一定要确立。哦，就是啊，第一个把不生不灭佛性摆在第一个，有没有摆在第一个啊？有。才一个回答。还不错了，还有一个人回答、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哦、现在、哦、大概我们着重的目标、哦、看看那个、哦、那个百货公司有没有打一折哦，100块他才卖10块，赶快去买、哎、大概重点都在这里、啊、就是对物质、哦、那一种那个欲望很强烈，那对佛性哦，啊，遐也无看呀，哎，啊，一斤是偌济钱？这个听到以后真的很伤心呐、啊。咱的佛性一斤偌济钱？啊，佛性可以称斤论两。哎，它没有形象啊，哦，没有形象的东西。哦，没有重量的，它也不会饿，也不会哦冷。各位有体会吗？我们佛性不会痛的，有没有？有没有体会啊？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痛的，有没有？真的有啊！哎，像各位听那个《金刚经》呐、啊，或许不是去那个脚底按摩嘛，有没有？哎，那个脚底按摩，因为或许身体非常不好，所以那个一按摩下去呀、啊，都是颗粒呀、啊。哎，因刚好就熟啊，哎，规卡底拢熟啊。那一按摩下来是很痛，很痛。啊，刚好那个时候就研究到哦，说我们有一个不痛的，那个时候呢，或许就要试验了，哎，看看真的有没有不痛的，哎，就开始真的。哦，转移呀、啊，把那个痛啊，全部都转到不痛的。这真的呢，真的对后学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哦，那个脚底按摩，因为以他的经验啊，哦，那个脚底都是颗粒，一定是很痛的、啊。哎呀，他看到我都已经哦，哎，那整个都表情很平静啊，哈、哦，都不痛的表情嘛，他就越用力呀、啊，他用力到满身大汗，哦。他还也用力，到后来换手，换一个人来、啊、来做了。他、啊、那一个人又很魁梧、哦嗯，他一样，他不相信你不痛，嗯，他就开始很大力哈、哦。做到后来真的是，哎，都已经找到哈、哦，就不会再变了啦。他就用那个小棍子，那个木棍，哎，然后、哦、用压的，会不会痛？哎，会痛哦，
可是哦，已经找到不痛了，一样也不痛了。哎，那伊安尼出个足侪来，出个投降，无法哩呀，不做了，他不做了，那不做了，这一下子哦，换货鞋要起来了，对不对？付钱要走人了，糟糕了，怎么办？那个哦，整个一回神了以后，那个脚都不知道了。已经没有神经了，然后那么多人在看啊，看你管用，那么多人在看啊，我们总是要一点面子嘛，对吧？或者就站起来，站起来哦，竟然哦，那个脚啊，就好像踩在棉花上面。哥有没有踩过棉花？什么感觉啊？软绵绵的，对对。可是我毕竟要走路啊，是不是要走出去？离开他们店了哈，付钱了以后就走出去啊。这个一踩下去哦，脚都没有知觉性了。然后一吃到马路以后啊，糟糕了，外面可有人，马路又有人啊，那怎么办？又不能。又不能坐下来，又要走，对不对？那或者又走，大概哦，十几二十分钟哦，那个啊脚的知觉才回来。脚的知觉回来以后啊，就可以哦慢慢走了，就可以慢慢走。所以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或者说，哦，原来有一个不痛的真正的哈、好用。好用啊，好不好用？所以哦，那个时候更很明显的哦，知道呢，我们那个痛跟不痛是生灭。六祖不是讲吗？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有没有？所以你见不见跟痛不痛都是凡夫，不是要到不痛的吗？就是要那个样子。真的体会到了以后，就很强烈的了解说，真理的部分就是这样。你要投入追求，就会到达。那你假如说不追求，没有办法的。那个不会自己出来啊。那个不痛的哦，它不会自己跑出来。你一定要自己追求。不过或许后来也发现了，竟然很多嘞，不只有说哈、身体的触觉，那个是触接触啊，不痛，对不对？然后还有闻性的不痛，见性的不痛，嗅性的不痛，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舌头啊，很奥妙。他平常哦都淡淡的嘛，对不对？你吃土豆的土豆味，吃甘蔗的甘蔗味，对不对？你看哦，他在应对啊这一些凡尘的万物的时候，什么吃进来，你什么味道？那个谁，就是佛性啊。所以哦，那个科学体会哦。舌头是不变，可是哦，外物啊一直变，不变之体呀、我们可以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哦，你吃什么那个味道什么就出来，咱每个人的嘴啊都很挑的，挑不挑？很挑。曾经哦，这个甘蔗、跟花生、一起吃，会变成怎么样？花生要吞进去呀、甘蔗渣要吐掉，你是要吞进去呢，还是要吐掉？不是可惜了吗？所以哦，很有意思啦。我们说哈、不变之体，然后随缘之用。佛性的哈、那整个啊，它的那个功能作用跟它的本体呀、你就体会得很深刻。
哦，那讲说我们在用耳根圆通的时候，或者不是讲说听闻闻性，有没有？那听哦是耳朵的功能，闻啊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新意识，闻性是佛性的啊，所以我们哦要做耳根圆通，一样一定要用第三个闻性，不要用闻呐、啊，我们一般都用闻。哦，即马听到这啊，这耳朵歹啦，啊，这汽车啊，这只车，当公交车真久啊，那个就叫闻呐、啊，已经加入新意识。那我们的闻性哦，很奥妙，就是哦，生有啊，它没有生，我们闻性没有生，生没有的时候，闻性没有灭，啊，闻性都常住不迁，哎啊，这样来做耳根连通哦，就正确了。有没有做啊？啊，有没有正确啊？同阿龙用了第二个文呢，哎，都是加入啊，这人在讲话啦，后一个讲话排位，哎，都是在吼、哦、哎心意识里面呐、啊，在做功夫，那不对的哦，哦，一定要用第三个文性，啊，文性哦，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在普陀山哦。然后不是有海浪吗？海浪一来的时候，声音嚓很大，对不对？哦，一退潮以后静悄悄，有没有？哎，啊，他呢就是了解说，哦，来的时候有声音，生沉，生沉生了，然后呢一退潮的时候啊，生沉灭了，生沉有生灭，稳性没有生灭。只要说稳性啊，哦是灭的话，啊静悄悄谁听到？是不是我们闻性听到静悄悄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哦都会哦惑声为闻啊，迷惑那个声就是我们的闻不对啦。哦啊，呜啊，听到听到，呜啊呜啊，有声啊，这嘛无无啊无啊无啊无。哎，我们都这样用嘛，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呢跟真理不相合了？哎，那我们了解说哦，原来。佛性是常住不迁，所以为什么哦，或者一直强调说常住不迁，就是我们不认识他。那当我们认识他了以后，哎，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以后，哦，我们会注重。那注重啊，我们注重我们的佛性啊，就叫觉。那我们时时刻刻啊都觉，知道自己的佛性在，因为不觉。也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没有佛性的话，那个不觉没有用，它不会有哦那个功效出来。啊，会有功效也是我们佛性哦在支撑它，可是哦不知不觉啦。那我们在生活之中的不知不觉啊，可以说哦大部分的时间呢、啊、都这样，都是不知不觉。啊，我们要不要呢？做一个哈、哦，哎，先知先觉，不然做后知后觉没关系啦。啊，不要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啊，那我们六道轮回就不会断了，就一定要哦六道轮回。哦，虽然说我们哦一求了道啊，这个第五抽钉天板挂号，可是要修哦，要不要修？哎，要修，修才会成就。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还道拜德，啊，又没有修的话，那我们是下一个淫秽的种子。下一个淫秽啊，哦，开天辟地啊，淫秽人要降生，对不对？啊，向未来，就是现在有求道他不修的人，哎，要来了。然后我们把先力先觉收回去，都可以，都去反世间出世。要不要来？哎，不得不来啊！为什么？自己没有哦自主的能力，家己无法度做主啊！哦，一定呢，又被那个哦气数啊，哎，又催促到凡尘来。一来了以后啊，哇，这一下子哦，又要经过六万年的哦那个轮回，然后六万年经过以后啊，哎，上天又大开普渡了。
我们经过几次的大爱普渡啊？各位姐姐，才一次而已哦，啊，已经七次了，跟老几南极老仙翁一样。老几人老仙翁已经看七次了，我们大概一次都没有看到了。所以要了解到、哦、大有大的轮回、哦、我们小有小的轮回，那我们一定呢、哦、就是要修正、哦、修正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主宰，我不要进入、啊哦、那个现象境，就跟那个南极老仙翁一样、哦、看这个整个大地的、哦、那个大的轮回、哦、缘会、啊、大的轮回，所以、哦、我们在凡尘的哦，这个时间啊，可以说都是不够用了。哦，我们佛老师才会说啊，哦，随时间点啊，身心事哪有功夫啊，说他人。啊，我们现在哦，都是站着给人家说了，坐着来说别人，对不对？啊，说出来的话哦，就落入是非了，就是有是非了。啊，都是无完啊，无了，哦，都是这样在过生活，他、啊、就自己呀、啊，以为说，嗯，安尼过了才有意思，有没有意思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们讲一个多小时哦，才讲，一样八个字。这个孔德呢、哦、之龙啊，为道是从、哦、对不对？这一章呢是、哦、从道章，要我们呢都进入、啊哦、我们的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那么道之为物啊、哦、这个为房为乎、哦、现在老子啊把那个道的、哦、那个内容哦，他道里面的东西呀、啊，把它描绘了、啊。哦，说道之啊，哦，这个唯物，哦，道这个东西呀、啊，它因为没有形象，哦，啊，没有形象呢，它可以哦，生化三河大地，可以生化所有的万象万事，哦，啊，所有的一切、啊、都从道生化，啊，所以那个道还没有生化之前，哦，它的状态、啊。哦，道之为物啊，哦，那一个状态呢，就是呢，为恍为惚，哦，这个呼吸恍兮啊，哦，其中呢有相，就是哦，在讲那个道体，哦，道体里面啊，虽然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哦，三河大地也没有众生，可是呢，那整个所有的三河大地，所有的万象，所有的众生啊。都在、哦、这一种微恍微惚、啊哦、呼吸恍兮、哦、这个里面都已经是在里面了，没有形象的里面，因为、哦、就是没有形象不容易、哦、描绘、啊、所以我们、哦、在看这个、哦、老子在讲那个原始状态的时候、啊、就是要静下心来、哦、然后静下心来我们想想说呢哦，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各位浅显，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是什么状态？咱要未吼，老爸老母要未甲咱制造，要未怀孕的时阵哦，我们是什么状态？就是这样的，就是哦，为恍为惚啊，哦，恍兮惚兮。就是这样子，可是已经呢，其中有相，这个其中有相哦，都是一点哦，无极的以后，无到极点啊，是不是要变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无极啊，然后呢，哦，就生太极，然后太极啊，就两仪，两仪就四相，就八卦。然后相中相错八八六十四哦，这个一个气数啊就形成哦，啊六十四卦呢
有384个鳌，就是迄阳鳌、阴爻啦。我们台湾的话叫鳌，鳌，哎，一尾一尾黑啊，之前我们有把它画出来，就是它五的里面啊，都已经包含那一些油，油啊已经在五的里面。就像还没有出生我们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所以用体会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今年的比人说68岁，那69年前我在哪里？没有，对不对？然后可以活到呢70岁的话，那71岁的时候我在哪里？没去了，对吧？所以从无而来，然后又归于无，这个中间有这个有啊，就是呈现我们这个以往所造的业力啊呈现。所以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行为动作，就好像那个木偶人啊，木偶人不是有那个后面有那个绳子吗？那个手也有绳子，脚也有绳子，身体也有绳子，那拉哪个绳子哪个地方动啊。所以我们在凡尘都是被业力推到这个现象来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业力在催促我们去面对，我们都做不了主啦，你知道吗？所以不要随顺着我们的那一些以往的习惯性，以往的习惯性都是造业啊。那造业我们现在接受果报又造业，造业又要受苦，是不是没完没了？是。所以我们现在改变做法，就是遇到的事情欢喜心甘愿受，然后新的业不造。新的业呢要不造，就是要能够有容量，就是能够吃亏了。我们呢，接着说吃亏，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的。你一直吃亏了以后，你业不造，不用受苦，不是占便宜了吗？是，对不对？那我们以为说占人家便宜是很好，可是要了解到那个果报在后面的，要受苦的，那不好。所以凡尘的现象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会现象一定有因，那因怎么来？就是造业来，造业才会落入现象。所以呢，在这一些还没有形成这个现象之前我们可以改变，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落入凡尘就是要知道说，那个都是已经定业了，业已经定固定了，要来承受啊，所以就不要逃避欢喜心甘愿受，然后呢记得在接受果报的时候不要再造业，造了业还要再来接受果报我们凡人都是这样的，都不甘愿。甘愿啊未？研究真理了以后我们才会从心里面产生说：好啊，甘愿啊，不再受苦了不再凡尘的造业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要靠自己。那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就是呢，我们在呢。那个呢，恍惚之中我们有相，然后有物，这个呢都还在呢虚空之间，都还没有形成呢，三德大地也都没有形成，只是呢在虚空之间，它已经酝酿要有了，好像我们看到那个种子你拿来这个呢埋在土里面，然后有。水有阳光，它就会发芽，那个发芽，各位姐姐还没有发芽之前它是什么状态？
就是种子的状态，对不对？就是要有种子啦。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那个如来藏含藏啊，就是种子。它含藏啊，所有三耳大地，含藏所有万象万事。然后小一点的我们人呐、啊，含藏三恶，三恶的种子啊，都在如来藏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是我们自己呀、啊，所造的，那个因呐、啊，三恶都有，所以也含在我们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在那第八阿赖识里面，所以这边呢，老子就把那个还没有形象之前的状态啊，把它描绘出来，然后呢，遥析啊，明析啊。其中有经，这个一样，就是呢一直啊，从无极，然后太极两仪，四象，然后呢，这个呢啊，这个八卦，相中相凑，八八六十四，就这样形成整个啊，大地都有，是啊，一本善于万书啊，那我们现在修道呢？就是万书啊，要归一本，要归回到呢我们原来的那个不生不灭、常住不迁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其经甚真，其中呢有信，那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有身体的由来，就是父精母血，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都是异体呀、啊，异体呀、啊，竟然会形成我们这个很明显的身体，对不对？是不是从无极以后一直在变化，生生不息的变化？然后变化的由来，老子把它描绘，整个呢都描绘出来，这样知道吗？是不是蛮深的？不容易了解啦我们就是要用一点心来体会，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那个可以说呢就是以往过去啊所累积下来的业因，我们才会啊落入现象所以这个业因已经形成了，没有形象那现在呢要接近了、有形象的所以我们有形象以后是不是要很小心不要再造业，然后以往所有的业啊又把它了掉了没有了以往的业啊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都把它了掉，新的业啊不造新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的恢复啊到我们那个常住不迁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本体回来，这样了解吗？要用真的要用心啊不用心的话这个都是蛮深的东西还蛮难做各位浅显不造业啊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是很容易造业啦所以这个不造业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要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啊则戒，因为这样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三事啊，摄受我们不住，所以这个就是要念给各位背的，因为三心没有，过去的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那三心没有，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没有，就是没有分别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呈现了、就是万年一念，一念万年，当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很重要，只要我们肯在日常生活之中来实现。实现了、事来则应，事去则见，时时刻刻保持没有三心四相，那没有六道轮回了。还得体会出来呗，可以了吗？
哦，所以呢，这个老子呢讲哦，这个呢其精呢甚真哦，那个很真才有办法呈现的、啊、现象，然后其中有性，所以或者哦都会特别强调这个性。我们不是相信外面，而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各位对自己的佛性相信了吗？相信。哦，还不错，还蛮肯定的。就是要相信哦，因为他性基中，然后统四端，东西南北嘛，哦，仁义礼智啊，哦，四端兼万善，所以这个性啊为道源功德母，他道的根源。所以不相信啊，哎，你就没有办法回到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回来。他说一定要相信，相信才有力道。然后我们相信了以后，努力去做。哦，啊，努力做了以后，哎，我们自然就可以，哦，可以呀、啊，发挥，哎，我们那个佛性的哎那个功能作用，哦，啊，一发挥出来以后啊，当然以我们哦社会的现象来讲，很多都不可思议呀、啊，哦，都是不可思议的，哎，那我们哦是不追求神通，可是哦佛性具备，哦，它自然具备。哎，所以那个信呐、啊，哦，其中有信的信，哦，非常的重要。那么自古及今呐、啊，哈、哦，其名不去啊，哦，自古哦，我们有历史以后，有人类以来啊，哦，那个啊，其名，哦，他那个哦道的名称啊，哎，不去，哎，就是全部啊，哎，都存在，哎，啊，要我们哈、哦、能够借的这一些。哦，那个名，然后来进入啊他的那个实相，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老子呢，就是要哦，我们能够呢，哦，了解到说，为什么这个字啊，它可以啊流传这么久，哎，就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哦，哎，要我们都能够呢，哦，追求，那么愉悦啊，众福，哦，就是啊这个我们众福福本来是哦。美男子的那个尊称、啊、那这边呢是用呢哦，众善众美，众善众就是很多啦，很多的善，很多的美，哦，就用福啊，就是人呐、啊，已经呢，他所做出来的行为都符合真理，都是从佛性出来，所以已经呢是众善众美。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假如说能够全部发挥我们的良心，哦，那已经呢就可以到达哦那个众福，就是众善众美。哎，生活之中啊，哎，就是哦全部啊都哦用良心来对待哦人，对待事，那这样呢就叫哦这个众福，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所以这边呢，哦，老子跟我们讲说，哦，用道呢来悦众福，就是呢众善众美，吾何以知啊？众福之难哉，以此。哦，老子说，我为什么知道呢？哎，我们发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为什么有办法哦到达众善众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从真理出来，从真理出来，哦，它不会偏差。这样知道意思吗？